这是著名的大头彩，我们在利奥赫尔曼拍卖会拍的。这是奥林匹克003的侄子，然后在迪克凡戴克的作育下成为了大名哥迪卡普里奥的父亲。这与鸽子到了我们鸽舍后，他成功地作育了奥林匹克薇薇安，他也是迪亚特和克劳迪亚的父亲。他也作育了一羽超级种鸽灰白条大头彩，这是一羽很棒的鸽子，手感很棒，肌肉饱满，翅膀下面的肌肉很有力量。这羽鸽子现在更稳定地做出了四代，是一羽实至名归的超级种鸽。这是著名。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，后续内容更加精彩。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to this channel, and the follow-up content will be more exciting.